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咧就要去解梦梦幻影梦梦嗰个嘅支线啦。咁我哋首先要完整无缺咁翻翻去我哋嘅地方先啦，因为呢度讲过好高咧，呢度呢咩地方嚟噶？斯达奇岛？喂，唔系话，既然嚟到一百几呢个地方，我会输噶。OK， 我哋又继续用劇毒嘅方式打赢佢啦，唯有呢啲太高咧啦，实在劇毒，佢挡咗我路喎，竟然唔俾我换重喎。其实我谂住换重嘅，你又唔紧要啦，换唔重都打赢嘅都。系咪呢度啊？系咪呢个地方？刺喺呢个地方，斯达奇都有机会喺呢度，但我想回一换，回一回血先。定算啦，唉，算啦，唔好回啦，我哋用食药回啦。OK， 系咪呢度咧？我系信徒，好，你系信徒，唔理你啦。TM 一零八，呢个又系怪嚟嘅，哇，唔系话双打啊，要打。我哋先换只呢个皮皮超先啦，呢度就用地震啦。哇，唔系我地震会震死只，震死只嘢喎。咁我哋冇办法，我哋先用水流喷，报恩打左边。哇，佢打埋自己右 ，OK， 好事嚟嘅。水流喷射打，吉利弹，劇毒埋吉利弹，跟住用报恩。哇！好，慢慢磨死得喺度，点都赢硬啊！而家 ，OK， 得翻一只呢度草成结，再加布恩，准备越嚟越痛啦！佢个剧毒，一打剧毒已经毒咗一半血，搞掂。呢个又要打，咁多嘢要打咩？又双打，好难打啊！你衰，喂，佢尼多王啊，要杀死先尼多王。因为佢有地震，先杀你多王。哦，杀唔死添。我哋有弹弹，大镬啦咁就最糟糕嘅情况出现咗。呢度先催眠你多王，之后我哋用电剧毒右手边，冇中，支支嚟嘅。催眠粉左手边，跟住我哋用。冇嘢用啊，是但啦吓，都唔知道可以用到啲咩。好啦，输咗啦已经，系咪一定要打呢、啊這个？好难打呢、啊這个。OK OK， 得，跟住我哋要换重，即刻换做皮皮超，跟呢度水流喷射左手边，赢到啊呢只 OK， 劇毒再加报恩。跟住呢度唔使换走得，用草成结得赢啦。最烦就系嗰只嘅咁嘅尼多王。好，暗雾使人无处可逃，佢可以见到同听到一切，慢慢咁咧，村民会对和平失去所有希望。哇，咁多嘢睇嘅。有一日，三位勇士嚟到斯达奇岛，我哋不如逐块板睇啦。佢有机会块块板都有写嘢嘅。咁我哋逐块板睇啦。好嚟啦！一个从腐败同污染中诞生嘅生物，有一日突然出现喺斯达奇岛嘅呢片平静土地上。呢啲人根本唔系嗰只怪物嘅对手，一个接一个咁样咧被杀死，直到其余嘅村庄咧投降请求暗雾嘅怜悯。移去，可以移动，巨石嚟嘅呢个。哎呀，推错咗。好呢度。嗰个生物暗雾咧统治住呢个斯达奇岛，每个月都要有一个孩子咧被作为祭品咧奉献嚟俾呢一个生物果腹。一个从腐败同污染中诞生嘅生物，有一日突然出现喺呢一个嘅土地上。呢个一样嘅，杀死咗有三位勇士嚟到斯达奇岛，杀死咗怪物，和平终于到来。OK， 哇！推啲咁嘅嘢呢个 ，OK 啦 ，easy。
咩噶？呢、這个唔通系一啲咩？好啦，我 feel 到呢一个有机会系一啲嘅精灵喎。呢块巨石，村民咧向呢三位勇士致敬，佢哋永远系传说中嘅英雄，从黑雾中嘅力量咧拯救咗斯达奇岛。而言就系咁就正得嘅故事咧，吓、啊，哇！噩梦食客支线篇章，哇！双子鬼，劲喎呢只，哇！唔系话咁鬼痛嘅，捉一捉先呢只。嗱，双子鬼又推石 ，OK。先跟住我哋推落去得唔得？好似唔得喎。哦、啊，准备嚟到皇帝之眼，哎咁得啦，神奇糖果，嗯咁多嘢喺度，头盖化石，呢个就应该咁样啦，系啦，日之石，哇你嚟到王啊！咁惡啊！嚟多王，呢度上面系咪？系呢度啦。啊，虽然唔知咩嚟啊，我哋照 save 先呢度。呢一个系整块巨石嘅一块碎片，但系呢三位战士咧，并冇杀死暗毛，呢一个系谎言嚟嘅。三名战士咧，反而咧以一种奇怪嘅圆形装置将其囚禁，佢哋称之为精灵球。在我哋咧询问有关呢一只奇特嘅精灵球更多信息之前，一个奇怪嘅绿色精灵嘅一个奇怪嘅绿色精灵从门咧出咗嚟，并将三位嘅英雄传送走咗。绿色嘅妖精精灵雪拉比，啊，应该系雪拉比。一个精灵球会唔会系咧有暗雾嘅精灵球咧？哇！我终于自由啦！你同你嘅朋友够胆咧，竟然困我一千年？咩话？你搞错咗啊嘛？小龟用加农水炮喷火龙爆炸烈焰，用奇异花疯狂植物。咩话？似曾相识嘅，你个上八质嘅残渣，我可唔可以复仇去死啊？哇！150粒暗帽，捉得噶呢只，反正呢个赢我唔到啦，系嘛？捉得噶，我哋先用一啲咩方法呢？电磁波啦。又屈死佢咯！用个靓啲嘅球啦，呢只使唔使打？可能要打一打佢先。哇！呢只暗雾已经冇晒技能咯，佢已经用挣扎打我咯，要黐线！我哋可能要用大师球捉佢啫。啊！呢只可能要用大师球捉啦，唔紧要啦，我哋用大师球捉呢只。呢只太难捉啦，因为大师球。收复咗一只暗雾啦，吓，哇，出现咗一条新路喎 ，OK， 又出现咗新路咩呢条啊？睇下先呢度，维斯通啊 ，TM104， 又系双子鬼。盾甲化石，好多化石呢个洞穴。呢度呢个点样玩噶？呢个玩到咩？呢个唔似系推石，推唔到喎呢四粒嘢。啊？咩嚟噶？呢个系以前嘅呢个祖先啊！呢个系 Green 小蓝图嘅雕像，有乜可能啊？我梦食下篇章结束，支线篇章。呢三位英雄同佢哋嘅精灵奇异花喷火龙水箭龟打败咗暗雾。根据传说嘅记载，英雄咧来自未来。吓、啊、，OK， 即系话咧未来嘅我哋三个咧就打赢咗呢一个嘅恶魔，将佢收服咗喺个精灵球入面。我可以咁样跳翻落嚟。好，头先我哋行上面嗰条路有冇得分别咧？有喎，佢可以去其他地方喎。防御强化，
附近有一个房间叫房，附近有一间房咧叫做列啊撒列的房间。据说嗰度咧喺度闹鬼，呢个咩地方啊？斯达奇岛，你有冇去过北边嗰个房间啊？有鬼魂困扰啊！